Tire Plus 持家汽车服务中心 Luma 龙膜世界最大隔热纸生产商。啊，他带着我好像不敬业的样子，拿着啊，好喽，然后头看外面，好了，我要看你吗？自己讲啊，哦，那路啊，今天终于要完成我从小到大的梦想，会完成吗？我不知道啊，去看看啦，啊。我们今天到那个，欸，其实我不知道他工作室的名字，哎，然后到那边再看哦，喔，这个见机行事，见缝插针，哎，欸，老板娘说一个。见人矫情，哇，好，刚刚赖过，来，换你。现在小朋友没读书，连赛跟赛都打错。没有啊，因为那个自从我们之前那个 M 3的时候唱的，那不算唱歌啊，顺口溜有没有？哈，鼠来宝啊，那种感觉。哎，有小朋友来，真的会唱我主题曲的。可我不觉得我那是主题曲啊，我就是随便哼一唱一下而已，没想到。还蛮多人，这个对这种东西好像蛮喜欢。对啊，好啊，既然喜欢的话，我们有机会我们就来试试看，可不可以弄一首自己的主题曲啊？录好以后，我们就跟以前八点档一样，开头都要听完才可以开始看影片。我之前有提到嘛，我有一个国中同学，蛮有名的，蛮大咖的，是阿呆说蛮大咖的。很大咖。我是不知道这个有多大啦。反正应该是还不错啦，因为看他这个制作的一些唱片都是在线上蛮有名的，他的歌好像都打到国际，我是不晓得。金顶帮罗佩，不是瓮中精灵啊。反正这个一直都有在联络，他都会问我一些车子的问题，然后就等于说我们互相在电视荧幕上看对方，可是却没有机会能见面，所以这一次是时隔了国中到现在几年，13岁左右，现在43的30年，好久不见，好不好？大家到了再讨论。哎，来了。有。哎呀，只能这样子啊。三十年。三十年。没有30岁吗？你30岁了吗？哎呦。现在流行这一套啊，我没有在避讳这个。嗨嗨嗨嗨。打扰。可以参观吗？很酷，有没有？洪正哎，你认识他？他跟我买车啊！你看一下，为什么一样年纪，现在长这样？你可以跟我讲一下。要问你了，这个到底是怎么保养的？我们都在室内嘛，晒不到太阳。你每天都在外面拉晒这样。重点是拉晒啊，不要拉晒，因为比较年轻。这我不用介绍了，这比我还有名，你就直接放大，大家就知道他是谁，好不好？哎，那你借自己看一下，好，你看。哇，哎，他真的好大台啊！哇，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怎样，你知道吗？你在里面走音，然后外面就哇，看到外面一直跳，有没有看过那个 YouTube？ 有没有看过？阿南，有没有看过影片？有啊，这个很适合我。对，我就是要讲这个。好，那我们就稍微聊一下。再见，拜。这次要让你处理吗？对。对。对。我其实也是刚好最近疫情无聊啊。前一阵子我有看到那木曜室，你知道吗？他们不是有做一个演唱会的那个唱片？哎，我觉得他们在记录那个过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也是一样，从讨论阶段开始，慢慢的依照需要，然后去打造一个整个，也许说频道的一个主题曲啊，或是类似我们喜欢的风格的一个歌曲。你上次不是有丢一个那个假小司令啊？小假司令，他听不懂。但我觉得比想象中困难很多哎，他大概比较看不起做音乐，好不好？我没有看不起啊。有啊，看你就说啊，我们先去弄个 beat 啊，写一写就好。看你上次有没有讲到什么话？讲的很简单，你觉得好玩吗？有没有长见识的感觉？都太专业了，这太专业。你看那台那么多的那个控制钮，其实我觉得就算今天弹完了，还是一点方向都没有。对，要等那个 beat 出来嘛。是啊，其实我做这个事情并不是想要说在那边唱给大家听，我只是觉得说我们的频道让人家有个旋律或是一个声音，就像我们的吹笛子一样。对，吹笛子可以放进去。哦，你可以把那一段素材丢给他们，然后他们放到 beat 里面去，对不对？看可不可以融在一起。
就开头就好了，不错吧？可以吧？可以放开头，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蛮应该蛮棒。你就是要让观众、听众有即时感，因为我收到最多的讯息就是开头吹笛子，有人就说哦，听到笛子，爸爸你要再看小诗了，有没有？就那种感觉。反正现在就是讨论的结果，就是我们要回去写词，到时候他们负责拼，然后拼起来拼看看，修看看，给他们用。啊？什么？看的，好烂的妈的！好烂的那个哦，开场哦，你刚说什么？反正我会剪掉啊。我们今天要第二次的面谈，说到 demo， 你觉得 demo 怎么样？直接把 demo 拿出来放掉。这个的巨大习惯当时推测，他不过是每个地方的时代。对，哎，你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这些？对，他一直说要插台语歌啦，是红干水人的台语。虽然啊，对啊，那你就唱那一句的台语歌，跟随的。直接改了他的歌哦。我们这四个字应该还好啦哦，爸爸可以得金曲奖。爸爸可以得个金曲奖哦。有点那种台语老歌的那种，或者是演歌那种方式，然后唱红干水应该不错。唱站台，红龙红有没有？哦。当当我笑一声，我是男子汉。那你要拍 MV 吗？不知道，歌先用完吧。我觉得应该要找别人来拍。自己拍应该会很蠢。我觉得会很蠢，会很像话剧社。其实那个像那个大渊他们那个刚开始的时候的 MV 都很屌，都像自己拍的。忘记那些杂碎。再次跟大渊再道歉一次。好，我没拿赛，史密亚赛难呢、欸。我们大概只会那个吧，用那个空白机，然后敞篷车打开，车上人，然后一直往上面，从头到尾，从头到尾都这样。歌嘞，你要干什么？我们应该先把歌词修到确定，先讨论歌词。我们很菜，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完整流程。但是因为我们这次比较龟嘛，所以我们就是要修一些内容，量身定做。反正这样就是我们回去再把几句歌词再想一下，然后音定好，录音时间，听起来蛮硬的，听说要两三天，而且还有一些规定，就禁欲啊，净身，净身啊，要洗干净，对，要洗干净，皮要翻开，所以最近不要每次晚上不要，我没有，感觉很累。对他们我先给我那个打预防针，说你不要觉得轻松，好，不要再拉了，走了，就到这边了，好累，耽误人家时间。哎，结果这样弄一弄，好像全部都照着他们的走向去走了。毕竟我们不是专业的，真的也不敢要求太多，我是这样觉得。哦，不敢太长。没有啦，人家真的是比较专业啊，而且我真的觉得那门外汉在给人家东插西插的感觉，好像真的是在一个很漂亮的装潢里面硬要放一个皮卡丘的图片也很奇怪。我是真的有想要认真做这个事情。听到这个笛子声，你跟你妈特别兴奋，好不好？求认真，并没有。你跟你妈特别兴奋，原来老师要推车，但他不是推车，哦哟。许世轩对不对？钟明轩，钟明轩，结果他妈的，哎，从头出来，妈的，从头笑到尾，没有人在听唱什么。好了，来就这样，拍照，快点，啊，快下雨了，打雷了。那你要录音有录晚上的哦？晚上才是最好的录音时刻吗？为什么？因为晚上你才会开嗓啊。他妈的，我那个歌词都没有背，跟一句一句吗？科比传教士。录完再一次，科比成家事再一次，录完再一次，科比成家事，我背不起呀、啊，有什么年纪的，妈叫我背那个，我一直听呢，干那听到我觉得这首歌好烦，妈的谁唱的、啊？都边听那个边剪片哎、欸，哦是哦，对啊，人家不会听到最后觉得，我打字幕有时候会打错啊。南宫站哎，不对，那我们现在这首的歌名呢？我昨天前天一直在想，我想不出来。没关系，那还不急。我们顺利录完再说。
了，好紧张，比馆长直播还紧张。听到这个笛子声，你跟你马子会不会兴奋？好，小子哥，你现在试着再更确定，再用力一点点，尽量把声跟份延长一些些。笛子声，兴奋。听到这个笛子声，不是车上世代，拍摄是我的卡卡大机。我平常笑是这样笑吗？干，我真的是这样笑吗？但你确定？一下子，改造啦！想啊、哦，改造啦！怎么光改造啦就要录这么多次？是我五官，上班人啊，不然没有那么简单呢。然后每次啊，他会想说，就是同一句有没有录了很多次以后，然后他说哦好，小志哥 OK 哦，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我是不是又被放弃了，就感觉是说啊好吧，我知道从二十句里面挑一句比较能用的，这样那种感觉，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空气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手牵手我的朋友就一摆叫小摆让我看一下歌词网路上刷面真假就一摆躲在肩膀后面真假叫小摆你在我旁边压力好大为什么有压力我没怎样我跟你讲，站在那边压力都很大，不用我站在这边，压力就很大。他说好了，他说好了啊，干这么快，哎，讲一下感想。不要录了，不录了。哎妈、欸啊，你竟然有机会来体验，不错吧？你在旁边很紧张啊？不会了，看我又不怎样。我们今天终于搞定了嘞。哎、欸，没了，没了。真说没了。现在几点？我们差六点多来的，现在已经11:55。好了，今天结束了。哎、欸，12点终于录完了，烧香啊！可是好险，我越晚越有精神。我夜猫子，你立马醒。我也是啊。等一下你回去还会嗨一阵。回去换我唱吧。干妈的，讲很会讲，叫你进去，他妈在等待干，怪到我身上，说我在怪我给你压力。哎、欸，老板在旁边看很紧张。我他妈，我是怎样？你是我旗下艺人，是不是唱不好怎样？唱片又卖不好，你会被骂这样哦、喔。好啦，接下来等成品了，好不好？等成品，我们就快回家，12点多，大家再回南港。OK，、嗯、好吧，还是我把你丢在这。好，好，看看后面的，很期待，好不好？Blazers do play tomorrow night.交叉转回来啊、哦，有这样有啊，跨右脚，右脚转圈圈，交叉转圈圈回来，哎，摸正开，右脚转，哎哎，调整一下，跨右脚扭，跨左脚摇，好 ，OK。结婚哦、喔，我不是结婚啊，只有没结过婚的人会觉得结婚是大喜事。我们今天要拍 MV， 那你拍自己会紧张吗？不会，你看阿呆上次走来走去又走了8次了，有差吗？我跟你讲，反而拍别人的比较紧张，因为你怕耽误人家，因为是别人的东西，所以你怕表现不好。他拍自己烂掉就烂掉了。你看，转他的
个戒指，我以为你要拍很酷的，所以我就帮他，我就买了一个这个戒指送他，然后觉得酷吗？跟你的衣服不太搭，我觉得酷吗？不会啊，我觉得不太搭。不酷吗？就像是潮汐瓶戴的戒指，丑八怪。对对对，翻科皮了，第一次化妆，所以女生还是比较厉害，可以这样自己涂这样，辛苦。对啊。没有，看有没有什么话要做。我觉得我压力蛮大。压力很大。不是，因为我一句话就要影响到他们全部人工作的行程，有点不太好意思。不会啦。你看他们那么辛苦。你看我在干嘛？啊，我在这边看你摸出一张嘴。不会啊，这公司还好，大家都为了作品好。Yeah.